有缘人你好呀，这里是范范疗愈站，我是范范。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希望在这里能够带给你一些疗愈和一些指引。如果说你的身心灵上有什么需要疗愈的部分，也可以来找我哦。那今天为大家抽到的这张有缘人牌呢，如图所见，就是你的正面成长和拓展的机会即将到来了。那这个机会呢，可能会带来灵感和心灵上的洞见，或者也可能是你早就已经有的一些点子，想要将它付诸行动，而你等待已久的时机已经到来了。你可能在寻找正确的时机，要去转换职业，或者想要买一栋房子，或者希望能够谈恋爱，或者希望有一个好人缘，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。那不管你的渴望是什么，你的天使都即将为你开启一扇充满可能性的大门，所以勇敢地跟进去吧。天使们正在支持、引导和保护你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。那你的心灵的渴望是什么呢？这也是天使问你的问题。当你决定你想要的时候，这是你一生中的重要关头。没有人可以为你做这个决定，所以我建议你在这个机会来临之前，去花一些时间独自的去思考，考虑到你的心灵真正的渴望。那现在很多选择对你来说都是开放的。那好消息是呢，一旦你清楚地指出了你最深切的想法，你知道这是你值得拥有，那么机会之门就可以为你轻松地打开。你会为你的直觉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。那么首先呢，请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，接着在你内心声音的指导下去采取行动。虽然我们的道路可能在不停的努力和坚持，但是过程会顺利而平静的。那你会像大家一样值得高兴去迎接这个机会，你的幸福能够提升你自己，并且随时随地地散发迷人的能量。请好好的思考你最终想要的是什么，那这个机会已经在向你敞开咯。那这就是今天为各位有缘人抽到的指引牌，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示。